啊。报名，他今天晚上就要赶到大连。啊，庆职，庆职去大连，庆职，庆职去接去了啊。对。啊。啊，对，他要去接去了。太。因为他们，可能我估计今天晚上可能回不来，可能明天上午再坐飞机来。嗯。这事儿，喂，好了。这个我抓紧时间回去以后，十一。喂，刚才我你说的去大连就啥也没听见，书记。啊，咱把这事，咱把这说清楚了。啊，你听我跟你说啊。啊，咱俩说的这些事儿，我是一样一样的去兑现。嗯，知道吧？嗯，一样一样的沟通，去汇报，去协调沟通，明白了吧？嗯，这样的话呢，这个郭美他们娘俩去看你的事儿都不用说了，这都已经都成了既成事实了。嗯嗯，这个你提出来四哥六哥照顾你二老，还有郭丽杰，情理之中，咱们也全都，这事咱们全都给办完了，明白了吧？郭丽杰呢？哎，郭丽杰，你等等我再琢磨琢磨，郭丽杰是我没说呀，还是我忘了，还是怎么着？郭丽杰呀、啊，六哥的事，郭丽河南那个，对河南那个，对。啊，这个啊，地址明天。没办，我这几天也能给他补上。哎呦呦，好，谢谢书记，好好。你说你我说到我只要答应的事，咱们就给你这事就能给协调，明白了吧？现在呢，我跟你说的意思就是什么呢？双方都要释放善意。一定的。这话，不为过吧？不为过，我听您的。我没抢你，这个让你。觉得很为难吧？啊，是不是？是是是。不然的话，你说我做这么多事儿，完了以后这，你说我这加分就没了。啊，是我听您的，你给我具体提出来标准，书记，我不要闹误会，因为闹误会了又给您带来麻烦。我让您具体点给我提个标准。我跟你说的意思啊。啊。就是在这个时候呢，这么说。我作为中间人说，双方做的都有过火的地方，都要冷静，大家都要反思一下这两个多月以来这风风雨雨啊，共同要吸取的一些教训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所以呢，我说呢，大家全都停下来，我得跟你们说啊，他们都。停下来，你也停下来，这里边做工作也停下来，停下来呢，认真梳理梳理。我就是说，咱们还是回归到我们以前说的这个依法来处理、低调来解决的这条轨道上来。这你赞同吗？我绝对赞成。哎，这么着的话，你说啊，甭管说大说小，说具体的，说宏观的。所有的在这个参与这个案子当中的人都会有一个好的结果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我就是说呢，鉴于此啊，我给你提这么几个建议啊。一个，咱首先呢，你现在能够释放善意的这表示，就是在这个你的什么推特乱七八糟的，就这些我也说不明白啊。就你的这些网上这些东西，按照你刚才说的也可以，你每天你说你维持你发5到10分钟，就讲个人的事，说点笑话，这个维持一下，你那叫什么粉丝还是粉条啊？粉丝，你维持一下就完了啊，是不是？对，粉丝是吧？粉丝，我他妈对这玩意儿，现在我这一看，我真是老了，没有，这个时代所淘汰了，没有，我他妈也不上网，我跟你说的意思就是什么呢？这样的话呢？你把这个这些你该维持你维持，但是呢，再涉及到攻击，或者是说这些个人，包括这特别领导同志，你给我停下。这可以吧？行，我这边，这边也对你这些什么三协乱七八糟的，全部停下来。
你看是不是可以？嗯。